家好，我是 BJ48TeamJ 的王宇轩，第五届总决选要来了，这是我入团以来第二次参加总决选。然后记得第一次参加总决选的时候，我没有说出什么准确的目标，因为那时候还算是有点迷茫吧。一年多一直在找自己到底就是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这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的也还不错。然后第一届总决选呢，你们给我了一个我算是觉得不错的成绩，因为还是在我意想之外的，然后非常感谢你们。我参加这次第二届的总决选呢，我想要努力一把，然后去享受一下自己进步的感觉。我今年的目标是进入北京选拔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油，谢谢。